照明。嗯，很久没睡觉拿到。我大概昨天跟我平常跟你们说晚安去睡觉，但其实我都睡不着。我躺八个小时，只有十分钟就睡着了。从小就这样子。啊。所以我已经快一百个小时没睡过觉了。我所谓的睡觉是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事的那种，所以昨天我就去做失眠治疗，我大概一两个礼拜会去一次吧。所以我那个预备的装备是要放在哪边？你要放在那个 Battle Vault 里面，你 Battle Vault 只能设定一个，随便你要设定哪里都可以。你工会，你现在你工会屋有没有放自己的 Battle Vault？ 放不下啊，没有位置。那你赶快去 Iron Gate 开一个 Battle Vault， 快点，剩一分钟了。你开一家 Iron Gate 的银行啊。好好好。对，快点快点，剩一分钟了。然后把，哎呦，你现在这样来得及弄吗？现在在跑在跑。倒数一分钟了，你来得及把全部的重甲都丢到 Battle Vault 里面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来不及。快快快，跟我，来不来得及？五十秒。好，应该是来不及了，没办法。来不及，你打开 G 右边现在是 Live， 然后陈建州在不在线上？在啊。陈建州进来，然后 AOA 拿出武器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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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先。三十秒。意思是你先按 G， 然后右边按 Leave， 你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按了按了按了，不好意思哦。不会不会不会，陈建州进来，陈建州你补，那 A 要赶快拿武器，倒数二十秒，来得及吗？陈建州，不是讲错了，来得及吗 ？L A， 我里面有两个，我现在冲去仓库呢。剩十秒要进去了，准备，好。我是神塔，我好了。要进去，要进去。我拿斧是吧？对，不对，这个情况你就要拿锤了。这个情况 你还是可以拿，你还是可以在背后换，你还是可以换。有，我旁边就有箱子。对，这也可以换，这也可以换。我最后带一个锤。这样背到斧架。四上一下，你们四个去，你们四个去这边。哦。我们四个去好了，然后 Danley 你一个人去这边。哦，你一个人去另外一头，然后我们在你说下面还是另外一头？这一头，这一头，走走走。然后我们在我们家出生点这边汇合。哎，小鬼，你要那个带领啊？好，你讲什么做什么？抠要晕的那个人抠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来。我们先跟登磊会合，有没有遇到人？登磊没有。来我们这边，神塔带头，后面旁边，他们想拿，不要让他们拿，冲吗？我被绑，晕到一个，夸头，他们挤在一起，这个。Krisha， 夸头 ，Krisha， 这个打掉，他们站在前面这个。夸头，刚死，这补回来，来没血就往回退，现在挂，推一点，哎，他们推到我们帐篷旁边。来，退，拉打，先把深塔补回，深塔先补回。来，我们去右边那个石头点，因为刚刚应该是被抢了。没有，还没被抢。颜色上还被抢，可是我可以点哦，还没被抢。没关系，他们现在来抢，来，刚打，在这边打一波。刚刚是谁是他们死的？大补好了。打盔甲。大补，被整了。对，深塔退，我们躲到我们的塔旁边。有没有音乐器？他们现在在我们塔旁边打。大补好了，哇！一个很强劲的，我一直越快越没魔了。
我们应该冲过来。Ducks Ducks， 打这个，加了十个 S。没，干杯茶，临门一脚。这个，妈的，我被沉默，我被沉默了。夸张会死，夸张会死。哇，追追追追，他们血很少，追。有一个人在偷拍，有一个人在偷拍，有一个人在偷拍，有一个人在偷拍哦。把他打掉，把他打掉。他们血不多，他们血不多。不要太有血哦，大不爱吸哦，大不爱吸哦，不要被吸，不要被吸哦，被吸哦。我退，我退。看他们沉默就是超靠的了。你有看他们捕食哪一个吗？我们先退，我们先退，我们先退，退了我们，退了我们石头这边，退我们石头这边。哇，干！欸，他们是沉默，他们是沉默的。他们应该是穿 T 五装，不然不会耗到这个地步。刚晕到一个 ，Telsis， 有谁看得到他们捕食哪一个？我真的看不出来。哦，我觉得他们有两个耶，我看到一个 T, 有两个吧 ，T 开头的。不要让他们抢这个石头，有人在偷菜，有人在偷菜。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他位置超烂，马仔耶。没晕到，没晕到，先塔先退，先来先退。不行，对啊，他们会，他们会知道，我们都差，都差那一点，都差那一点而已。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我们丢一个补丝，所以他们会跑过来等我们，然后他们想办法。我应该挂啊！我挂，我挂。他背一下，不行。伤害有差，他伤害多，而且他们控场地方很好。等一下啊，冲阵冲阵冲阵，我东西被拿光了，我在拿装。他们超硬。不要麻痹，他们是，我觉得提示而已，提示而已。他们是打的。冲阵一波，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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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就在这边想办法把他们全灭一次，我们就在这边想办法把他们全灭一次。待会我们去打，打那个 Telsis T 开头的那个，然后被追的人自己跑，我们去打那个 Telsis。我没有晕咯，没有，没有锤了。Telsis， 不要怕，打不赢就让他们打切入。哇哦！我瞬间被奶回来，这是世界第一奶，不是我在讲。不是范围沉默。对，那是范围沉默。又打不赢，就不在里面。你要靠我 T 五的吗？范围沉默应该是皮甲的凶的能力。太难了，是都差一点。如果我们有办法晕住的话，就会拿下。我们就拿右边这个石头。打两个。等等，装重整的回来吗？可以，还剩最后一套。重整一下装，重整一下装。我已经喷四套哎，干，是速度有点快。我喷三套。看地上我们能用的，干，我的那个传奇法杖变垃圾，太残忍。我觉得我们刚刚都差一点点，都差一点点。神探，你刚刚你的晕要想办法在对方的想跑的时候晕他。所以他那个前排 一见面的时候，你晕他是没意义的。走吧，我们找他们。站好了，敢没带出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我们走上面，我们走上面。来，一样 ，Krisha， 我们打他们最前排的人就对了。哇！他们是固定击毁我们的某一个人，固定击毁，然后他靠下去，靠下去，好不好？是，他们是固定击毁我们某一个人。他们是那个人冲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会群体沉默。对啊，他的 LE 沉默、啊，所以我才会跟你们站不同的地方啊。Ducks，
其实也很难讲，哎，又有人在偷了，也很难讲他们的第一人到底是谁。超痛，超痛！哎，打我这个！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 ！Dax 快死，干又被拿回来。那几补啊？两补，他们至少有两个人。两补的话，火力不会强到这个样子吧？没有，他们的一个带，就是有一个人会穿进去。你看多少人在 K 人？卡特又是快死了，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控场超级少，太少了。对，我们的控场太少了，伤害的话我倒觉得五波治疗也不会输，但是我们控场真的很少，变得对方要来要走都很 free， 你知道吗？哇塞，被大虐。Krisha 杀六个，他妈的，惨输，惨败。而且你看一下 Fingers， 他们为了防止我们进攻，把他们的时间设定到超靠北的时间。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摆明知道我们的时区，所以他把时间设定成 UTC。零点到三点，早上八点，对，哇，这一场刺激哦，喷了四套，我最贵的东西就这样没了，我的 T5 也没了，我是觉得不会要打不赢，我是觉得不会要打不赢，可是这一场更显示出这个游戏控场的重要。刚第一时间第一波交战，其实我们就差那一点点了。如果是我们把 Krisha 打掉或夸头打掉，情况就会反过来了。他们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在补，对不对？几个主补，然后其他都是自身附加在补给。范围沉默症。我们太容易站一起，他刚每那个每次冲。